大家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新上线的3v3云上知觉的初体验，我有没有玩过？好好奇哦，来看一下新玩法吧。好，在1月3日的今天，我们陆服更新了新的版本，来到了云上知觉。云上知觉3v3是每周三、周六、周日的公平竞技战场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。我以为他有引导刚才不是有引导吗？引导在哪？他没有介绍的吗？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他云上知觉的部分呢？来看一个详细。击败敌方的全员的一方会立刻胜利。比赛倒计时仍然胜负未决，然后存活最多的部分，还有每周任务，这有点像代替足球的部分。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足球了？看一下招式的图鉴啊，位移技能、爆发技能、伤害技能、控制跟生存，每场战斗三个位置，从基础强力招式随机6个组成对应招式池。双方的玩家可以通过挑选一个技能去战斗，双方相同位置玩家招式哦，大家选的是相同的雷电附身，那我们都不看了，因为现在初体验，你还想要懂什么？那它一样跟我们是有这个胜负令的版本，然后是有段位，它段位影响什么吗？有影响什么吗？看一下，赛季积分加5%，没有，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什么吗？排行榜就是一样，没什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应该比较好配吧，应该不会配很久吧。对局奖励，这个就不用看了，跟正常是一样的。好了，接下来配一下3v3的玩法吧。哟，配到了，还算快，比想象中快。然后这是要怎么选？他们选吗？还是我们选？冰冻就好。关闭招式选择 ，OK， 我选好了。就是这样。哇哦！看不懂，我也想看懂，这是啥意思？打哦！天哪！弄对的，我打。不要追我！放招！叫你追我！这个，这残血的先打，大哥残血的先打，控制他！我要放空技能，冰冻四层就冰冻，耶！呀，不是，其实有点是对面不太会玩的状态耶。他如果对面是会玩的话，应该也没什么希望了吧？看起来似乎大家会很喜欢玩这个哎。好了，这是3v3的体验了，具体的部分可能要再玩久一点才会知道哎。所以呢，给大家来看一下3v3的几个部分哦。对，但记得他以后我们的玩法有很多，就是除了这个以外，然后足球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。我们在这个左边大能看到这以后呢，我们就是每天的竞技首胜就是论剑云上之绝或是一代宗师，他已经没有说一定要是打五五，这个周三的部分是没有五五的，
它就是大家的玩法就更多元化，不单纯只是这样啊。那足球的部分大家看一下，小队竞技之类就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，就已经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就现在还没有还喜欢玩足球的你呢，还是要珍惜一下时光啊，不然就结束了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超短的体验呢。